在西门吃饭，对面的，你要吃什么？肉够不够？还要不要再加点？那那饮料要喝什么？那饮料，你就不知道吗？吃饭稍微舒服一点嘛。而且老师懂音乐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听了司机呀。啊，对啊，滴答的，滴答的，呀呀呀呀。吃一个早餐要受这种折磨。老板已经跑路很久了，真的。同一个人吗？同一个人，真的，我不甘愿说出了你的唱片没有红，就没有红，他就是不甘愿，一直在说出了三张，他把加拿大和美国的房子都卖了，卖了两间国外的房子，对，结果之后事实证明，艺术是不能勉强，真的不要勉强，真的，现在。罗东也是美华梗，哎，我们的国父，国父来了，是是是，耶，哇，太开心了哈，这是他们上半场，等一下我们就会就位了，好吧，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，绝对精彩。哎，来给我们加持好吗？加持，暑假以后，因为我在宜兰罗东生的，所以我叫梅东生，好吧，这是本名哦。我跟你讲，前几天遇到我的国中同学，他姓台湾一定强的强，好不好？强，然后光耀的耀，生日的生，强耀生，来一个说 Kumasen 哦。就那时候英文老师就说，你看哦 ，Kumasen 还好，每当生比较严重，那每当生就要吃药，所以药就叫 Medicine。梅东生、哦、你看我还列入英语教材里面，这都没跟人家讲的，只有这里才有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